真的喜欢上了，是喜欢上了，但是我不能喜欢的。为什么呀，老师？您知道的。 弟子这一路曲曲折折，坎坎坷坷，不知吃过了多少苦，迈过了多少坎，才行至今日。我真的很怕，我怕我自己，因为喜欢上了定王殿下，就前功尽弃，自绝后路。 文士是看着你长大的，自然要比任何人都了解你这一路的千难万苦。但有一点，你要明白，女子爱一个人而放弃自我，那是世道的错，不是你的错。老师言之有理，只是弟子现在。 还无力改变现状，我就把对他的情谊都埋在心底吧，因为弟子还要再继续往前走呢。